晚上好，又是陰晴不定 Music Cosmo， 我是 Kenna。 今天再我們繼續會有我們的 You Idol 繼續捉的，今天請來呢又是一個又高又漂亮的靚女，是思是思亮的，是不是？是跟大家先思思介紹一下自己先啦，今年幾多歲啊？可不可以不說嚇這麼後生不怕啦，好啦，不說住先，我們留下比賽那天先說。那思思啊，當日是幾號的？是決賽Semi-final 是10號。10號，那你 final 的時候呢？到 final 就會是7號。7號啦，大家記得支持時事幾號啊？7號耶、好啦，那現在我們看看你當日 Semi-final 表演的片段好嗎？好，馬上去片。其實別人的招數我們都懂，沒有什麼不同，故作軟弱撒嬌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唱到好有感情喎、哦！呢首歌《傻瓜》其實邊度唱㗎？我自己聽過好多次咧，但係都唔知道。其實邊度唱？哦，温南唱嘅。咁本身你係咪中意唱啲國語歌多啲咧？係啊，因為我本身係講國語。啊，係啊，慈思係台灣嚟㗎。誒，係。係邊一個？啊，我哋啱先有個U Idol 咧，佢係黑龍江嚟㗎喎。咁你係邊度嚟㗎？我係海南島。哇！海南島咪少數民族。我好細個都去過喎，好靚嘅喎嗰度。都幾靚。係啊，咁有冇自己唱翻當地嗰啲民族歌咁樣㗎？冇。冇啊！係啲民族歌好聽㗎，你得人聽下有機會啦。係啦，嗱，今日我想問下你，你係代表邊個 university 去參加今次嘅比賽嘅咧？我係Academy of Design 讀緊服裝設計。喺度講服裝設計 ，fashion design 都得幾年啦。今年係最後一年。哇！你哋個個最後一年咁，好多嘢做喎，點樣安排時間？又可以練歌，又要練台風，又要背歌詞，咁點做咧？其實如果係自己中意嘅事，你就會揾到時間。係啊，咁你每日平均係咪？我唔瞓覺㗎啦，都要練兩個鐘咁樣樣，功課都唔做啦，會唔會咁樣樣咧？其實有時候。唱歌可以話是一種放鬆咯。哦，係，即係好辛苦啦，做咗咁多 project 啦，唱下就成個人舒服曬咁樣。係啦，咁本身你參加呢一個比賽有冇話係我想參加咗好耐㗎啦，定係我不嬲都參加好多呢啲比賽，我想攞下經驗咁嘅啫。你係想攞經驗啊？定係唔得，我一定要贏個獎咁樣。其實我覺得參加比賽一個是因為自己真的很喜歡唱歌、然後可以攞多些經驗、當然如果可以攞到獎可以是更加好咯、是啊。那你自己本身其實呢我都見過你幾次的啦你會有沒有專人輔導你去唱歌譬如說朋友啊經常出去唱 K 啊又或者好像之前那幾個 contestant 他都會跟專門的老師去學是有跟的老師學是但是不是由小到大個我都學的了如果是說專門是 pop 這一 part 就不是由小唱到大但是小小個都有參加那些合唱團哦
build up 你個基礎，可能有啲幫助，係咪？都有少少咯。係咯。咁而家咧，你就開始轉咗唱流行曲，係咪？係啊，係。係，咁你會自己中意啊？流行曲又分好多類型噶嘛？你知啊，而家又有 hip hop 啦，咁又有R&B 啦，咁有啲就民歌式啲、抒情調啲噶啦，咁又有啲開心啲噶啦，有啲啊唔開心嘅情歌啦。你自己中意唱邊一類型嘅歌多啲咧？我自己就中意聽嗰啲抒情嘅多啲，就係可以去表達嗰啲感情多啲嘅。快歌就唱得少啲。咁你會唔會嗱啊聽歌有時都攞到靈感咧？因為你讀 fashion design 嘅嘛，會唔會啊？我聽完嗰隻歌咧，我又諗到畫一件衫好靚咁樣。有時都會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唱歌同 fashion design 都有好大關係。係啊，有啲咩關係？我真係唔知喎。係點樣樣？你將呢兩樣嘢合埋咗一齊咧？因為有時自己做緊 design 嘅時候都中意聽下歌嘅，咁自己又中意表演嗰啲唱歌比賽啊，比賽嗰啲嘢咯，同埋嗰啲你需要 present 出嚟嗰嗰個 image， 你都可以係自己去 design 或者係加多啲心思咯。咁你當晚會唔會嗱？你仲有一個月唔夠添噃，咁你當晚會唔會我自己設計一套衫戰衣嚟嘅？去表現自己唱嗰首歌咧，會唔會咁做咧？唔知咧，唔知咧。咁大家就一定之前都有過，之前都有過咁樣樣。係啊，但係睇下啦。係啊，咁你當晚會唱啲咩類型嘅歌咧？俾啲 tips 我哋聽下。而家有幾隻歌可以係俾我揀，但係仲未揀定。仲未揀定。咁啊，可唔可以嗱，就唔好咁孤寒。不要那么吝啬，来国语就这样说，让观众听一下你的声音，就短短的让我们听一下，然后啊，我们支持 Cici， 支持 Cici， 这样好不好？哪个？可以，但是要先说明我这段时间嗓子都不舒服，然后唱出来。不要紧，如果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不要紧，最性感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欢迎 Cici。那我还是唱一小段，就是半决赛那天的歌。好，没问题。来，洗耳恭听。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偷偷，没有什么不同，眼光闪烁，还没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好耶！嚟啦，你个喉咙唔好，唔系咁舒服，今日都唱得咁好听啦。咁你比赛当日嗰时 recover 嗰时咧就会唱得好好听。咁大家都到时记得支持。幾多號啊？7號 Cici 喎，支持我。係啦，咁今日好多謝 Cici 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希望你 fashion 咧嘅 design 咧可以當晚 bring out 到你嘅 image 俾大家配合埋你嗰首歌啦，好冇？咁希望到時見到你攞獎啦。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 Music Cosmo， 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